今天感谢主，很高兴，很荣幸能够为大家在这里做个表演。今天会为大家献上一首串烧歌。这首串烧歌是由三首歌组成的，这首歌分别讲述了我一些经历，还有主耶稣为我带来给我带来的恩典还有爱。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首歌，不但献给在座的每一位，而且献给主耶稣，一切荣耀归于他。谢谢。Hallelujah.
跟